to say we shine it out find the way right back to you on rainy days like rainy days I'm thinking about you what to say we shine it out find the way길었던 것 같아 희미한 빛이 눈에 떠나 몸을 일으켜 피어나볼까 오늘도 새롭게 제일 좋아하는 playlist 그런 아무것도 아닌 sorrow 꽤 달콤한 room Time after time 울었을지 몰라 잠깐 시간 믿었어 이제 get your head up high Countdown 모두 준비됐어 now Get right 가고 싶은 대로 Make the kickstart Gotta move on 말에 오직 나만의 work yeah. Get down 시작할게 내 rebound Knockdown 여긴 나만의 ring Let the gloom out Get the groove in Better life till I'm alive Bad days 왜 걱정하는 건데 조금 늦추는 어때 never mind 어색한 나도 좋아 it's so fine 잠시 침묵 그대로 just moving like that 넘어져 또 달아 just do it again Shout out one is free 말은 끝나간 것도 still on my way Time after time 울었을지 몰라 잠깐 시간 믿었어 이제 get your head up high Countdown 모두 준비됐어 now Get right 가고 싶은 대로 Make the kickstart Gotta move on 말해 오직 나만의 work yeah. Get down 시작할게 내 rebound Knockdown 여긴 나만의 ring Let the gloom out Get the groove in Better life till I'm alive好，我是今年谢师宴的主席，来自高三零二的文苑。我是来自高三文三六的陈文诺，然后我是谢师宴的总务。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三零二的陈思彤。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三文三五的吴启轩。Hello， 我是来自高三理三的杨杰敏。我是来自高三理三的钟宁柔。我是来自高三理三的黄丽婷。我是康盛老师，各位同学好，我是蔡金雄副校长。请问您是从何时开始准备谢师宴排片？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五月这样子开始，然后我们就有蛮充足的时间，这样子我们可以安排五月要干嘛，六月要干嘛，七月要干嘛，所以我是不会觉得说，因为谢师宴觉得整个高三是很压力的这样子。我是大概十月中旬的时候开始策划这些活动了咯，因为。我需要等所有筹委都把所有的那些计划好的事情全部一一列出来了过后，我才可以做接下来的准备。请问您在筹备过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克服的？哎呦，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挑战呢，其实是跨不过自己心里的障碍吧。因为你要做一个主席，你是决定这整个高三的谢师宴的嘛，这样子的话你就要面对一些可能你做这个决定不是被全部人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讲蛮大的挑战的啦。觉得你要想去克服它的话，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是要多尝试你才会更有那种勇气去做决定。我在其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我觉得是跟所有筹委搞配合，因为这个是需要非常大的默契的。当然各位也晓得我今年是第一年到校本部工作，所以其实对我而言，同学要了解我，跟以及我要让同学们知道谢师宴的一个要求是什么，是一个双方向大家都需要磨合的过程，所以基本上这是今年的一个挑战。但是基本上
我相信这一届的谢师宴筹委都非常的努力，也非常的用心，所以这一届谢师宴是我在古来分校负责到今天为止这么多届以来相当成功的一届。这一次办得很成功的整个布置啊，还有那些活动流程啊，都非常的细心。然后对于现在的心情就是，今天就是毕业当天了嘛，然后今天也会是我今年最难忘的一天。对这次的这个谢师宴是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多一些表演跟我们以往的认知有点不同。像比如说像是二十四节令鼓，它并不是采用传统的二十四节令鼓的打法，而是有用校服还有打瞌睡各种跟我们以前上课蛮贴切一些动作来进行搭配，然后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的有创意。因为我该作为班级代表在台上感谢老师用很幽默的方式，然后我现在觉得超级无敌开心了，因为毕业了可是有一点不舍啊。因为今年的谢师宴是完全由学生主导并筹划，所以我觉得他在整体的规划跟承办上面我觉得更丰富，然后那个设计图也非常的好看。毕业就是脱离学校这个机制保护的机制，去到社会更大的环境，然后去自由的发挥你的所长啊，然后去追求你最热爱的东西。中学毕业对我来讲是踏入一个新的旅程的一个开始，然后希望大家在毕业过后都可以找到对自己更好的前程。我觉得毕业就有一点像是我们的这个毕业歌曲一样，就跟我们毕业歌曲的名字一样，未完待续。就是毕业就等于是你中学生涯走完，可是你的人生仍然是未完待续，你还是可以在你发展你另外一条人生，你的另外一个梦想，另外一个道路这样子。当然啦，我想其实很多老师都会跟我们一样，就是看着每一届的学生从初一入学到他高三毕业，他的蜕变跟成长是让我们觉得最期待，也是一个最觉得值得开心的事情。希望学校可以更加平衡学生的学业和联课活动方面，就不要因为学业去忘记联课活动，也不要因为联课活动去放下学生的学业这样子。对，我希望宽中可以越变越好，所有老师可以，所有同学以及老师们可以继续加油，为这个学校尽一份力，让我们宽中学越变越好，所有同学所有老师们都可以继续发光发热。最后，请分享一下你想对应届毕业生祝福的话。希望他们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然后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我觉得最大的部分就是择你所择，爱你所爱。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人生是自己的，只有自己才可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别人的建议，别人的给的想法，我觉得参考，但不要作为自己唯一的方向。祝福你们前程似锦，毕业快乐。